大家留意到咧，其實我哋成個環境咧都按翻真實嘅大帽山去做，包括所有樹嘅材質啊，甚至高低嘅坡咧都可以做到出嚟呈現翻曬嘅。咁陣間到某啲路段，甚至都會見到，咦，原來有啲橫額啊，所有裝飾咧都加翻入去。其實我哋就想咧，將成件事係即係打造成一個喺虛擬世界入面合法賽車嘅大帽山，咁啊做翻出嚟。我哋啱啱就完成咗一個嘅荃灣上到大帽山郊野公園牌嘅呢個路段噶。咁我哋今日咧嘅 layout 都係有三個嘅，就係荃灣段啦、錦田段啦，同埋川龍去呢一個嘅英雄亭。通咗線之後咧，就會freeze 翻咧，就會撈翻個 repeat 俾大家嘅。咁呢個 demo 嘅環節咧就會即將開始啊！咁大家可以攞翻籌啊，同翻登記同事喺嗰邊嗰頭，咁就可以開始輪候啊！好，唔該曬。